停下停下，快别吃了，吃多了会长胖的。对呀，等一下要变成胖迪了。胖迪了，本来就是嘛，迪迦吃胖了不就是胖迪呀、啊、你我也不想吃啊，可是我中了怪兽的魔法，停不下来呀、啊。那我们怎样才能救你啊？那个人说，只要你们找到吃货奥特曼，就可以饶了我了。吃货奥特曼？那不是太简单了？你找到谁了？要说吃货，非他莫属呀。G P 卡邪恶迪迦，紫色 G P 卡特利迦奥特曼，签名卡达拉邦 ，G P 卡特利迦奥特曼，哎，找到了，吃货奥特曼就是杰德奥特曼，杰德，当然啦，杰德的食量。所以吃货奥特曼非杰德莫属呀。那快点救我呀。好，我马上救你。慢着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不同意？那你们还有更适合的吃货奥特曼？我这有啊，特里迦奥特曼、罗布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，欧布奥特曼就是他。欧布，没错呀，欧布的地球就是来干饭的，他能吃十个汉堡，还能喝一杯汽水，而且会炒面呢。中方耳朵这么硬啊？是呀。我也没想到啊。老师，你们放下好了。我肚皮快爆了。欧布来救你了，慢着，又怎么了？欧布我也不同意，难不成你还有人选？对啊，你还有人选吗？当然有了。帮帮忙。我不仅有人选，我还有两个呢。两个百变能量骷髅牌，变换卡变，托雷基亚奥特曼，没错，托雷基亚。还有一个呢。再打不到吃货奥特曼，我就变成胖迪了。